虎扑8月25日讯，美国媒体 Bleacher Report 今日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科比布莱恩特版的《最后的晚餐》漫画图，见新闻配图。最后的晚餐 at 科比和他的12位球鞋门徒。Bleacher Report 写道，湖人球员凯尔库兹马随后转发了这张图片，并配文写道，太酷了。2017-18 赛季常规赛，库兹马场均上场 31.2 分钟，得到 16.1 分 6.3 个篮板。科比 NBA 职业生涯共出战了1346场常规赛，场均上场 36.1 分钟，得到 25.0 分 5.2 篮板 ,4.7 助攻 ,1.44 抢断 ,0.48 盖帽。编辑杨旭航。